要去看牙齿，牙齿上一次在学校健检说，好像有个地方要去再去看一下。啊，应该是还好啊。要交回，要交回头。哦，这上面又快长出来了，哎，恭喜。哦，那我们去看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医生北北看错，还是说幻觉？对，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先等一下哈，这舒服吗？舒服。然后跟那个一样。来，我们今天来看这漱口水。咦，要先漱口吗？哎，没有，我没有加漱口。好。来，你先漱口。漱口对，漱一下就好了。因为我们在家里刷过牙了，好，漱好放上面，它会自己加水哦。它放在上面，对，然后放在上面杯子上面，它会自己加水哦。哎，没有，所以应该是还不够清。好，你等一下哦。张大林，阿大，哎，不要动好不好？阿大在动哦。轻轻摸一下，我不会偷偷走。这边应该是一个点，哈。对，那个就不管你了，哈，我就不用帮你抢。有蛀了，好，哦，有蛀呀。有蛀。好，我们看完喽。医生叔叔说什么？医生睡觉。医生叔叔说你那个有很像蛀牙，所以你要多用牙线，然后后面要找时间来弄牙齿喽。我的都没有。对啊，你会不会痛牙齿？不会哦，那我们再观察一下。我有一颗在咬。在咬哦。大门牙。大门牙，好。大门牙什么时候咬的？哎，真的哎。好哦，啊，你那个还有在咬吗？旁边这个，刚说蛀牙的那两颗，另外那两颗，这里有，这里有咬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好啦。我的同学不理我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记录到这边，跟大家拜拜。